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社交 APP 的设计。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进行个人主页的一个设计。打开上一节课保存的 PSD 文件，我们将之前手绘的重构的个人主页这个部分的图，同样打开到 Photoshop 里面。我们点击一下 Home 界面，然后点击右键，通过拷贝新建智能对象。然后我们给它重新命一个名，叫个人主页。我们把它拖动到右边。啊，这个时候我们双击进入，啊，开始编辑我们这个个人主页的部分。我们需要将导航的部分呢，左边三个图标变成灰色，所以我们先吸取一下这个灰色的颜色。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界面上放置一张。背景图片，我们打开我们的资源目录，找到这张气球的图片，我们把它放进来，然后把它放到顶部的位置。接下来呢，从发现界面，我们去 copy 一个头像过来，然后把它放到左下角。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之前重构的这个画面。那我们的头像呢，大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把头像稍微调整的大一点。然后我们把圆角调一下，保证它是个圆形。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位置。我们打开参考线。我们再往右挪一点，复制一个名称过来，放到这儿。现在呢，我们看就是我们这个名称在这个背景图上是显得非常不明显的。那我们如果希望这个名称明显一点呢，一般通常的做法呢，是将这个字改为白色，然后在这个背景图上加一个黑色的蒙版。我们加了黑色蒙版之后呢，我们改变一下透明度，大概80%。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蒙版变成渐变，这样呢，我们就不影响整张图的展现。我们给这一层加上一个图层蒙版，然后使用渐变工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用户的名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需要放置三个 icon，以及它的对应的数字。我们首先绘制一个相片或者相册这样的一个 icon。我们现在画一个相片的图像。那这次呢，我想做一个新的创意，就是一个相机的图形。我们把它先绘制出来。我们可以参考左边的这个相机。好，相机的图标画好了，我们把相机图标整体的放小一点，大概这么大。然后我们拖拽一个数字过来。随便写一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数字和图标的大小呢，并不是很合适。整体界面看起来这个相册的图标呢有点太小了，我们把相册图标调的再大一点。现在的感觉呢还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们颜色上呢。
我希望这个图标不要过于显眼，所以我把颜色上呢，向右边靠一点，颜色稍微淡一点。好，接下来我们画一个音乐的图标。这样的整体感觉还可以。然后我们把数字复制过来。我们再从右边拖拽一个爱心过来。大小调整一下，然后吸取一下这个颜色，数字复制一下。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下面放置一个段落的文字。这时候我们缩小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段落的文字和图标之间的关系呢，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别扭。即使你把它往下移呢，它们之间呢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分不开。但是呢，同时呢，这个地方呢，你跟人物的关系又很紧张。如果你离得太远了，显得和人的关系就弱了。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在版式上需要一些新的尝试。那这里呢，我提供的方案呢是，首先我把头像往上移，然后把这几个图标和名称都往上移，把图标放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图的这个区域，然后把文字放在下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借用了背景图这一张分割线来分割我们的文字和图标。我们再把人物的头像稍微调整一下位置，把名称和头像之间的距离稍微对齐一下，然后把这些文字的颜色进行一下调整。缩小看一下。那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我们看的时候，图标和文字之间的这种就有明显的一个区隔。同样，我们分割线和具体内容之间的距离。要和我们之前设计的界面是一样的，我们往下40个像素。好，接着呢就是我们的相册的部分。我们首先从这边，我们已有的这个相册这个部分呢，我们拖拽过来一个。帮他。放置到和这个文字对齐的位置，然后上面的距离呢，我们用20个像素，30，好，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下缩放，这个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需要对其中的一个方形进行一下精准的像素调整，比如说我们给它175个像素。那我们需要是非常精准的像素，
然后我们把这个精准的框复制过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三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在左边给它一个我们相册的一个标题。然后相册有多少张图片，我们也可以写上去。但是这个数字呢，我们就需要写的弱一点了，所以呢，我们把字号调小一点，然后把颜色也调淡一点。我们给右下角一个按钮。查看全部呢，我们需要在按钮这个点上呢，给它做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因为我们整个这个界面呢是信息比较多，如果我们这儿放一个非常方的一个按钮呢，会显得非常突兀，而且会抢其他比如说相片啊、背景图的视觉焦点，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需要把按钮做得弱一点。我们的做法呢是在文字后方加一个小箭头的引导。这样让它感觉到是个按钮，但事实上它并不抢眼。现在这个查看全部。还是稍微有一点强，我们可以把它的字体颜色再降低一点。好，我们同样给它添加一个分割符。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给它添加音乐。我们把左边的标题复制过来。那我们修改一下。我们把文字复制过来，然后我们随便打上几首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现在我们看这个整个歌曲这一段呢，是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杂乱，密密麻麻的。那我们需要这个地方看得清晰呢？就需要给它增加我们的段落间距，我们把段落间距改到36，36还不是很明显，你不能明显的看到一首歌、两首歌的感觉，所以你需要继续增加。现在的感觉呢，又中间距离的太远了，所以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一下，可能是在44，还可以再小一点。这样的感觉呢，你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每一行是一首歌，同时你也知道这四首歌在一起呢是一个列表，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简单的放置四首歌呢，会显得比较单调。那我们怎么样给它增加一点层次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在每一首歌前面放置一个类似于有音乐感的这么一个小的图标。我们这里呢简单的。先绘制一个播放按钮。
这个播放的一个小图标，颜色调整一下，弱一点。然后再复制几个下来。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这几个小图标有点太抢眼了，所以我们继续把它的颜色降低一点。现在的感觉会好一点。我们把歌曲和图标之间的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啊，现在会稍微舒服一点。我们把整体音乐的列表往右移动一下，要保证我们的整个右侧的部分是几乎是基本是对齐的，这样的话呢，你视觉看起来的时候呢才会顺畅。我们同样把这个查看全部以及这个分割线复制到下面。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裁剪工具把整个界面拉大一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个人资料的部分。我们把背景拉大一点，把导航的部分拖下来。接下来是我们的个人资料。资料这里，我们可能是有一个，比如说四项资料。然后我们同样把这个文字拖拽过来。我们复制一个到旁边，分别打上它的结果。好，我们缩小看一下，这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资料的这个部分左右的上下左右的关系是比较乱的，你感受不到年龄和它的对应关系，年龄和职业的列表的关系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其实感觉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可能就这个地方资料可能就不需要了，然后把这个年龄放在左边，和音乐对齐。那么它也是整个的是一个标题，而整个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资料的一个部分。我们缩小看一下，那么这里面你就会发现啊，整个这里面是29啊，产品经理一些兴趣，然后一个家乡。你在看的时候，它也是符合我们对右侧一个内容区的这么一个规划的，也就是说你在看另外一个人资料的时候，你不用知道他左边啊，他具体的这些标题是什么，你只需要知道后面的就可以了。所以整个在这一块呢，它的用户体验上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把这个稍微往上再提一点，然后把它往上弄一。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我们这个界面呢，还差最后一点呢，就是右上角的这个编辑以及左上角的这个设置。好，我们给它补充一下小图标。啊，这个有点太长太大了，我们把它稍微调短一点。这个长度是差不多的，我们给它加一个笔尖的形状。
们把它旋转一下，放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我们看，刚开始的时候开的口有点大，我们把开口这个缩小一点。缩小看一下。好，现在这个差不多了，我们给图标的颜色稍微改一下。图标呢略微有一点大，我们给它大小调整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设置图标绘制一下。我们选中这几个形状组件，然后按住 Ctrl。按一下 Ctrl Alt T，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锚点，我们把这个锚点按住 Alt 键拖动到整个圆的圆心。然后旋转45度，回车，然后再重复按 Alt Shift Ctrl T。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复制出来好多个这个我们这个刚刚选中的这个形状。复制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哎，现在是一个设置图标了。但是我们现在整体感觉外面的这个太长了，我们需要它短一点，看起来太像菊花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锚点拖动到这个圆的中心。缩小看一下，现在的感觉呢会比刚刚好一点。我们在中间再给它再加一个环。现在呢它是一个设置按钮，我们再把它的大小和右边的进行一下调整，让它们感觉大小是差不多的，那现在感觉可以，我们把它放到左边，然后我们整体缩小一下界面。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个人主页这样的一个界面完成了，我们保存一下文件。这节课就先到这里。